野五元之身阴闪灵，贤是贤如是通识魔夷无人忧。那么我们如果这个就还没有就是大限来临之前呢，就是自己自觉的前往这个寂静的地方精进这个修持，最后呢无常就是到来，无常到来的时候呢在你的这个面前就是也没有这个亲人的这种这个观念或者是痛苦，也没有呢就是怨恨人的这种这个危害啊，就没有危害，只是自己呢就是一个安住在这个生命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的话把你当作什么当作这个遭遇死亡的这个人一样的就是很多人都这样说嘛，我们这里的什么什么这个修行人呢已经离开家里十几年了不知道现在他死呢还是这个活着，就是所以在他们这个心里呢就是没有这个地位，心里没有地位的话呢当他死的时候旁边的人呢就是也不会有这个有人这个哭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死亡那以后也好，就是当时他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根本不会有人呢而这个遇此这个痛苦，就是
丝竹旧人哀伤或未孩，古朽岁年复无人绕阴山。那么就对就是他这里呢就是都在这个这样的这个寂静山里面，就是如果死亡的话呢，他的这个四柱呢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任何人呢就是哭着啊，就是然后喊着啊叫着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其实人临死的时候呢，如果有些人呢就是旁边一直这个哭啊，一直伤心啊，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对这个亡者来说啊就有一定的印象啊。摄意啊，就是交接这个摄意。古党肚子古党肚子起是少一案呢您秀一人您知悉中散乱，所以我们应该呢就是安住这个一个人要安住这个寂静的地方，最终这个寂静的地方呢就是事情也非常这个少极其这个安宁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风光秀丽啊，就是金色艺人啊端出一切这个散乱非常清净的这样的这个环境或者是这个圣林当中，就是那么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没有任何就前两天所讲的一样没有任何这个派班呢就是上等修行人呢就是一个住在这个山里面，就是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的话呢，那么居住在一些这个清净的一些寺院呢，就是金刚道友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信佛教的，没有这个
就是谢者谢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呢，就像清官专论里面也是讲了这个激进地方的这个五种功德就是比如说这个说是先烧啊，还有一些这个环境优美啊等等，就是讲了这个五种功德，这样的这个激进地方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心就是会能这个跳伏，会能这个跳针，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些琐事就是散乱的这个人和废人的这种情况呢，就是都不存在，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最后就是获得了这个往生。常年呢分这个女说和广说，首先就是讲的女说，今其庶女也，吾心当转也，为您入邓者智惑而进谨，所以我们这个首先要真正这个修行，一些真正 full of 的话呢，那么要这个端出一切这个妄念分别，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作为初学者呢，一下子将自己的所有的贪嗔痴当分别呢端出呢，这是恐怕是现在不现实的。但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依至一个寂静的地方，然后尽量呢，就是自己就是不要这个或是乱想，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人注意这个清净的地方，心呢就是依至这个游荡于这个尘世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也是没有就是多大的这个必要。就是佛陀呢，就是在有关这个一些比如说这个瑜伽就是清闻经呐，就是里面都讲了，就是我们到了一些寂静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不应该就是
是有一些这个困难，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散乱，就是应该自己想到，就是激进地方呢，跟这个蒙族和跟其他的这个众生呢有所不同而这个性质，否则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修行不成功的。那么这里呢，自己尽量的将自己的对亲朋好友也好，对这个世间的各种杂念贪执呢，就是断除，然后一心一意的这个专注，一心一意是专注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要这个高僧大德按照这个无主菩萨当一些高僧大德的教言呢，就是要一心一意的修持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菩提心。如果你有大圆满和一些禅宗的更高的境界的话呢，当然就是安住于这样的这个境界。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世俗的菩提心呢，就是念念不忘，就是心主作我一切这个事件当中呢，就心里面就是想着是我就是发了这个菩提心，要利益这个众生。光说当中呢，就是将那个就是苗语这个升起的焰幡呢，就是就是将这个果和本体和因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就是首先是观察果啊，贤士既来是主语因在火，精神看守佛来是入地狱。那么我们就是贪欲的这个过患呢，就是相当可怕的。如果有了这个贪欲呢，对这个今世来世呢，就是都引起一些这个灾祸，就是都这个痛苦的。那么今生当中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病起的这种看杀啊，就是短隔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痛苦。来世呢，就是这些一定会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啊，就是堕入
属缔约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本誓传里面呢也是已经讲了，就是谭鱼呢就是入这个陈舍，然后那个会怀就是进来舍，智者不隐逸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谭鱼呢，就是其实这个坏坏我们的这个精神也是这个坏坏这个来舍，所有的这些这个痛苦呢就是是谭鱼带来的，就是最后呢就是照着这个精神来世的一切这个痛苦。Bandarangara, Banas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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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asadar